汐止的汐碇路有一处山区路段，因为排水不良，一下大雨水就会漫过马路。虽然说楼形沟的工程一直都有在做，不过呢，大水还是一流过马路，也造成了路基的掏空。所以针对 3.1 公里处严重掏空的部分，目前市府也正在进行改善。议员廖振良在6号这天早上就前往现场来关心施工的状况，还有工程的进度。这是前阵子会看的情况，汐碇路 3.1 公里处在6月底沿路是施做了 L 型沟，因为汐碇路是山路，但是排水不良，一下大雨水漫流马路，好危险，也怕会掏空地基。不过当时看了施工状况之后，却发现道路另外一侧地基掏空严重，往底下看是空空的，怕有坍方的疑虑，也要求改善。而市府也很快的请厂商进场进行抢修。之前这边是掏空，那因为我们不知道，现在有的登山客这边路过的人来通知我们，我们马上就近的过来看，过来看了以后，我们马上跟廖振良医院环境会同阳光处一起来看，那化解掉这个真的很严重，那请他们一起来会看。经理长的反应，我们这每一年都做一段，把土沟全部做好了，刚好做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发现我们的路的边坡外面有掏空的情形，那我们一起的提报的，那当时我们的科长到现场来看的，所以说很快的，现在就来把它补强，让这个道路不会有那个崩塌的情形。这几天机具人员进场施工，6号上午议员廖振良就前往关心施工状况好进度。只见在路基掏空的路段已经先打了一整排的钢轨桩，而水泥车也进场开始进行灌浆，要巩固地基。他现在会看呢，就觉得是说这个汐碇路不赶快处理的话，这个路会垮掉，影响大概车辆安全。结果他设计的很不错，他用钢梁。大概五十公分左右，一定钢梁下去，这个结构就很安全。像原本的这边的土沟不是很深，那一下大雨的时候就往路面溢流，就往边坡这边溢出流，所以说这边掏空的非常严重。像这个地方，像这个地方有里面有掏空将近一米的深度，所以这次在施工的时候，我们要求就说请我们的施工单位里面一定把它填平再灌浆了，那很快就完成之后才不会有这个以后有这个下陷的情形来发生。除了沿线 L 沟施作完成，针对汐碇路 3.1 公里处两处有路基掏空的部分，市府也一并进行抢修，这几天就会巩固改善完成，保障路过人车安全。记者陈慧琳汐止采访报道。